大家好，我是陈子谦，我是不变的这个导演。然后今天我戴了墨镜啊，因为我早上没有办法这么早起来。我们在一个很秘密的地方，跟着我来，让你们看看一下。我们在这个甘峰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要拍一段就是关于就是有一点八十年代情怀的故事，可是是在现代的这个阶段啊。然后这里是我们的要拍的取景的一个秘密地方，先带你们进去一下看看。这里还是一样的保留着那种甘崩的情怀啊。然后现在你看到了，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天踏进这个地方嘛，所以道具啦什么都还没有把它设定好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非常开心，就是有就是光明山的师傅们就来到这里呢，为这个地方祈福啊，保佑我们这个地方呢，今天啊、我们在这里拍的顺顺利利啊，平平安安啊，那演员啊，大家都一条心啊，有充满这份爱，把这份这个短短的这个薄饼啊的这出戏呢呈现给观众们。啊，希望有这个很有趣的一种爱的心灵的交流，这样子，对，所以请敬请期待这部短片《不变》。大家好，我是刘玲玲。Hello， 香萍。快要生的林香萍。呀、yeah, ，美丽的香萍，我是她的第四的姐姐。我们这家人呢的主题呢叫做薄饼，薄饼呢就是薄饼，是我们新加坡非常传统的一种呢本地的小食。那么呢这个薄饼呢，就因为这一条薄饼而牵起我们整家人的关系。什么时候来呢？你是排行第几？最小的小姨。我怎么怀孕呢？就是有个含义在，就是说我们大家回到我们自己的老家，然后跟我们的父亲拜祭，然后做薄饼拜祭他。然后为什么怀孕呢？就是怀孕了差不多要生了，可是还是要回来这里拜祭一下自己的父亲。然后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呢，让大家感受到就是这个叫回家的感觉，然后大家让现在的年轻人有个这样的感觉。是。嗨，我是宣富。嗨，我是 Adam。所以在这部戏里面，对吗？我是当那个 Army Boy 啊，所以我会从那个Army Camp Book Out 出来，然后来到这个家，这个蛮旧的家来集合。所以我们整个家庭就是我的妈妈的家庭啦，就会集合在这里做一个薄饼。所以为什么薄饼呢？因为其实这个薄饼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食物嘛，可是它其实有很多含义啊。我的角色是扮演一个儿子，就是。我父亲是这个家庭最大的儿子，然后我就是他的儿子。然后这个故事是关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嫌麻烦，不打算自己准备馅料，都去买，可是这些馅料都是要自己准备才有那个含义。大家好，现在我们要拍的这一场戏呢，就是我们要在包薄饼的这个过程。那大家知道，因为这部戏有七个兄弟姐妹嘛，所以每一个材料有七个不一样的材料，所以每一个材料都代表他们的每一个角色的那种亲密这种关系啊，就通过一层这么淡的一个这么薄的一层皮呢，是一种包容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做薄饼。
再慢一点哦。我叫陈永富，我演这个戏是做一个很严肃的父亲，怕孩子学坏，所以我做那个薄饼皮为生啊，就是要他们兄弟姐妹和好啊，尽量相亲相爱，不要勾心斗角啊，这是我的心愿。Hello， 现在。要很难过，因为收工了 ，It's a wrap， 我已经拍完我的部分了，感觉太快了，很希望再待久一点点，因为觉得这整个工作环境很好，很谢谢大家，谢谢那些工作人员、摄影师啊，我们的那个 producer 啊 ，Karen， 还有 of course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导演 Royston。那怎么讲呢？这是我第一次跟他合作，因为之前我们就是认识，通过朋友认识，然后也久仰大名啦，当然啦 ，Royston、881这些，可是就是不知道工作，就跟他合作是怎么样的感觉，所以很好奇，很好奇。当他找我的时候，我就马上答应了，就毫不犹豫的答应了，嗯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，可以跟 Royston 合作，嗯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一个导演，然后我觉得他很会就是 guide 那些演员 guide 那些 talent， 就像我说的，因为基本上除了我跟玲玲姐呢，其他的那些演员都是就是 talent， 都是有些就是完全都没有拍过戏的，尤其是那个 Adam， 就是演阿杰的那个 Adam， 可以感觉到 Royston 是一个可以把那个人的情绪给带动出来，把你最 deep 里面的那个感觉给带了出来，然后就是我觉得他是有一个思考，他是一个思考过的导演，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，他很清楚他要的是什么，他也知道如何去带动人家的情绪，怎么样把那个演员的情绪给挖出来，就是从他们心里面可能受到的创伤啊，还是一些悲痛给挖出来，我觉得这个很厉害。其实我们的那个这个，当每次我们拍短片的时候，我们都有几个 key points 了。第一个 key point 当然就是我们要表达，就是两代之间的一些，对，生活的一些态度。可能我们这些年轻这一代就没有，都不了解到说，其实以前大家老一辈是辛苦过的，他们都是穷过的。现在就是大家可能就 take it for granted 这样子，然后要拍出这样的那个区别。第二还是怀旧啦，因为可能我觉得新加坡发展太快了，然后。我们似乎也要放慢脚步一下，希望多看看我们的环境的变化，也让我们多，怎么讲，珍惜，因为每个东西都不是 permanent 的，我觉得。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希望通过这个不变，带出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就是包容，这份包容心是很重要的，还有感恩啊，当你在。事不变的时候，你要了解到是经过很多很多人的不同样的双手来制作这个不变啊！你要想到，做那个farmer 他们的辛苦，他们要去种那个米啊，这些还有种菜的啊，还有这些甚至种稻秸的这些，全部每个人都是你看大家聚集在一起，然后你吃的那一口不变，你要带有感恩那一份心。